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。对，这么多朋友在现场啊，问你个问题，您随便问。就是在大街上啊，碰到需要帮助的人，怎么？你帮还是不帮？那我肯定是，你帮还是不帮？我得看情况。这怎么还看情况啊？那当然了。啊，那行，咱把桌子搭一下。干嘛呀？看情况啊。好，直接进腿子了。直接进慢财吧。大街之上啊，有人有困难啊，帮不帮还要看情况。那当然了，看情况吧。来，哎呦，哎呦，你这什么情况？大爷摔倒了，哎呦，赶紧跑吧。哎呦，回来。你让各位看看，你这是道德问题。废话，我哪知道你是不是碰瓷儿的呀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碰着这种事儿，你就得帮。你帮吗？我肯定帮啊。你准帮吗？准帮。哎呀，好好好。哎呀，摔得这么利索呢！哎呀，看我帮啊，大爷，大爷，我来扶您起来。要生了！哎，要生了！这是姐姐呀，这不是姐姐，呼吸，别呼吸，呼不是姐姐，姐姐，您不能生这事儿，我给您叫120，叫120，喂喂，120嘛，120，哎，我们这儿有一个孕妇马上就要生了，您赶紧过来，过来，快点，快点，着急，我已经叫120，不行，你不是120，出租车，出租车，呼，出租车，出租车，出呼。哎，出租车，呼，过来这边，这边，哎哎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谁叫的出租车呀？不是，你先等会儿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演一出租车司机。你现在演出租车啊？那大姐呢？大姐，这不是大姐吗？你倒这儿是大姐啊？那出租车呢？出租车，这不是出租车吗？站起来，出租车啊！大姐是？大姐是这个。出租车是？出租车是这个。大姐是，你别折腾，一会儿生出来了。哦，还有生孩子的事儿。对呀，谁叫的？你叫的？我叫的出租车。叫出租车干嘛呀？不是，你看这儿有个大姐，马上要生了。要生了，您把她送到医院去，赶紧。你早说呀！好，救人要紧，赶紧。上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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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车。那个老太太，你先下去啊，走了。嗯，老太太，什么老太太？不，又干嘛呀？不是老太太怎么走？干嘛呀？我坐车，不让坐车呢。这车上还有个老太太，叫车，叫车，我帮您叫，叫车，出租车，出租车，哎呦，谁叫的救护车呀？你这儿又改救护车？你叫救护车是吗？对，我叫什么事？你出什么事了？你说一说。我没事，赶紧说，你什么事？不，我没事。是老太太有问题？老太太也没事。老太太怎么了？对，老太太没事。是那个什么？是那个有个孕妇。老太太是孕妇。高龄产妇啊，你赶紧的，你怎么这样？老太太赶紧的，走，找你。不是你慢点，哎呦，不是你把车停一下。稍等一下，这事儿好像有点搞砸了呀。大哥，这这又怎么回事？能帮我忙吗？不是你又帮孩子，不是我又不是你孩子，不是我们孩子丢了找不着了，我们孩子太小啊。我帮忙，我帮忙。我们孩子才2岁，2岁不会走路，只会爬呀。这样，您别找吗？您放心，您放心，我只会爬，跑不了。商场里边我找了半天，你能不是您再找，我帮你。帮我吗？我帮你，那行，商场里边归我。行，外边你找，没问题。哎，是。商场外边我找。我拿个地球仪找小孩去啊！我这么大范围，我哪儿找去一小孩？我到哪儿去找小孩去？来了！哎呦，找着了！宝宝，赶紧站起来！为什么送我去产房？老太太呀！谢谢两位啊！人物比较多，这个说实话很难，这个作品。高老师觉得这一段表演的怎么样？我觉得挺好的，他们这个有点这个新派相声是吧？就是这个加入了很多现在小品的这个表演的元素，让人看上去就不像是传统的相声光靠说，这里边还有演，没错啊，还有学。嗯，好，看一看二位演员标签到底是什么。哎，这句话特别有画面啊。朋友，你听过相声吗？你们俩怎么发的这语音啊？我是2002年到的苏州，从湖北到苏州。嗯，到苏州之后，我就想找一个能说相声或者能听相声的地方，找个地方跟大家一块聚会，咱们这意思。但是基本上没有，苏州人不听相声，听评弹，听昆曲。嗯，完了之后，你跟人说马三立不认识，对，侯宝林不认识，压根就没听过，不知道什么是相声。然后我就
在我们那时候上大学嘛，宿舍里边我就拿了好多那卡带呀、光盘呀，我天天给他们放，放到最后我们那个同学呢，到大四毕业的时候能跟我一块儿对活了，硬生生的会说相声，天天给他们宣传。